作为一名装甲步兵，要有过硬的战术动作。好，抓紧！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四个队长，四个队长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。新兵不是吃素的。学会了没有？我再捋一下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英雄的集体里养成一股英雄气。我解说的让我解下，你怕苦怕累，爱的不是善，爱的是你们的心。同志们迅速救火。工作都没干好，有什么理由可讨厌？可以讲啊，就因为你一个失误，全班都会阵亡。这一次的举动真正的让我们痛了一次。